悬疑问答。请问那个做完改名声纹之后是立刻使用新名字，还是说是立刻使用新名字写小房子吗？叫的呀，心里冲着天上大叫几声，不要叫出声音。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呐、啊，我改名了。众位菩萨，我改名了，我现在是某某某，我现在是某某某。你叫出来，人家就把你送到医院了。你在家里可以不叫出来，心里叫不可以的。啊，是的。好了。那其实有佛台的话，直接就在佛台面，就是佛台前，然后说说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好。那有时候呢，可能会有这个声明文不成功的情况。那能不能同时写上新旧两个名字呢？以防万一。开始的时候可以，一般一个月，一般一百天之后嘛，你就肯定要用新名字的呀。只要你坚持叫，听懂吗？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。